玩家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安娜丽。讲到街头篮球游戏，就会想到 Freestyle Online 这一款超嘻哈的线上游戏。之前的神话西游大改版推出之后，最后一个角色沙悟净也帅气登场了。赶快一起来看看西游梦幻铁三角的游戏介绍吧。Freestyle Online 这款线上街头篮球游戏，节奏感十足的背景音乐，加上 3D 漫画风格的人物绘图，融合流行与嘻哈的游戏设计，深受广大玩家的喜爱。日前推出《神话西游：降临街球》的全新改版，除了已经开放的孙悟空、猪八戒等两位超人气角色之外，第三位新角色沙悟净也顺势登场喽！西游梦幻铁三角全员到齐。游戏中沙悟净擅长防守，适合担任前锋位置，火锅盖起来可是一点都不客气呢，将会是阻止进攻的最佳利器。除此之外，官方也推出上线送虚宝的活动，活动将会于5月19日起开放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全新改版喽！